伤透你脸颊。华叔见过缘起神君，前几日我去清池宫，神君都不在，方才又去，长雀大人说您来了幽冥界，所以我是。几位上尊前几日小叙，都到许久未见神君了，所以便托我来请神君到天宫一聚。那你带几句话给他们，本君喜静，不爱出清池宫，你们以后每年的觐见可以免了，正事那么繁重，叙旧也可以免了。神君，退下。神君，我与仙界诸尊皆感念神君当年仙妖大战庇佑仙界之恩，神君何必如此不近人情？华叔未微，请不动神君也便罢，可难道整个天宫相邀，神君也恍若未闻吗？我就是为了庇护仙界，亲手将阿英杀死在罗刹帝。这样的恩情，你们天宫不满意吗？说到底，神君还陷在对那个水凝兽的执念里。当年他勾结魔族害死蓝风这件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查清楚。神君不为蓝风做主也便罢了，但那个水凝兽他死有余辜，神君不该对他很……够了。阿英的死与蓝风的死有何关系？当日仙界是否理亏，虽然你缄口不言，但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若再敢诋毁阿英，我想代天地之职可以交给更能明辨是非之人。神君息怒，是我刚刚想到了蓝风，所以情绪一时激动冲撞了神君，还请神君恕罪。本君千年前在梧桐岛曾问过你一个问题，方才替我解围的可是殿下？你当时的回答是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是华叔与神君相识伊始的缘分。好一个相识伊始的缘分。那我想问你，当日除了林峰之外还有谁？这件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天色昏暗，当时尚未日落，何来天色昏暗？是你不记得了，还是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你？我若不是我在梧桐岛知道当时是被凤羽相救，我一直以为那人是你。我没发现我竟已被你骗了长千年，你满口谎言，让我以为我自己亏欠了你很多，不顾众人的反对把护山神器借给你。而你呢，却把遮天伞融为了你自己的法器。遮天伞乃我大泽山护山神器，若是当时能有他护他一二，当年华叔一心想借白鸟岛的危情才会欺骗你，都是华叔错了，还请神君看在当年华叔借出白鸟岛圣物灵羽雀冠和蓝风的玄之神物的份上，若非如此，就凭你那道施加在阿英身上的万一圣火，我会让你活。现在还能活着，是出于蓝风的情念，你好自为之。滚！Thank you.
竟敢对本尊动手。先祖未经通报，你撕裂我幽冥界结界而入，还敢这么招摇，你太没规矩了。算了，你滚吧，再有下次你是代天地，我也毫不留情。沈俊，你知道我是谁，那我便不再隐瞒了。贪杯酒轮转，贪三生不还，贪此路迢迢，心无相伴，盼一生圆满。阿姨，来世情长，盼花开，花谢在宫上，与你守，真的是你。梧桐岛凤影，见过修阳楼主，多谢修阳楼主当年相救之恩。难怪我看见你就觉得熟悉。原来千年前凤影的最后一分仙缘就是阿音，若不是修阳楼主为我酝酿萃取仙缘，也不会有如今的凤影。阿音，没想到你现在成了凤凰了，太好了。你当真不与那家伙叙叙旧？楼主是知道的，这千年来我历劫的次数双手数都数不过来，这满天下都是我的故人，若当真是要叙旧，不知道要到何年埋怨。如今我在梧桐岛做我的凤凰，逍遥自在，何必去找过去的晦气。阿姨，你，我今日本就是来找你们叙叙旧的。啊，我下次再来。
他真是性子一点都没变。玉峰仙宗说他的剑曾被盗过，若是真的，谁又能盗得了他的剑？沈君呐，你都等这么久了，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快回去吧。殿下，殿下，他是真神，这样做不太妥吧？既然请不走，林一花雨也不是什么大事。主人，我感受到你体内的灵力已经开始衰竭，我们还是回青石宫先休养一下吧。我找了他千年，等了他千年，终于等到他了。我想陪他说说话。殿下，殿下，元气神君在外候了一夜，也临了一夜，方才刚走。知道了。今日我要出岛，不见客。明白。
那酒你碰不得。凤凰，你怎么在这儿？听闻燕爽公主酿的梨花酿清甜可口，特来供应。纵你是凤凰，这酒也不是你想喝就能喝的。它是我为挚友所酿，只它可以。为挚友所酿，嗯。千年前，燕爽公主曾给我这颗鹰眼石，说若是喝酒，也换得来你。他朝若有需要，可用此鹰眼石来召唤我，我就会马上出现。那用这个鹰眼石找你喝酒，你可会来？嗯。如今可还作数？这是我给阿英的鹰眼石，为什么会？是阿英吗？阿英真的是你吗？阿英，我不是在做梦吧？你去哪儿了呀？你怎么就变成凤凰了？你这段时间都经历了什么呀？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哦，这世事当真是难料啊。阿英当年苦寻凤隐，不惜用自己的灵力损耗寿命，也要去那幽冥界把凤隐的仙元换回来。可是这到头来，阿英一直找的都是自己啊。是啊，任谁也想不到缘起缘落即是如此。刚才我看到梨花酿，看到梨花小屋，再听到你叫我阿英，就感觉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当年阿英还是低阶水凝兽，被天宫的人瞧不起，现在摇身一变，已经变成了仙界最尊贵的凤凰。我真是想让天宫那会儿欺负阿英的所有人都知道，让他们抱头痛哭。魔族之事没有查清楚之前，我的身份不便让太多人知道。好的。哦，那缘起呢？他知道了吗？他已知晓。那你们与他说清楚了，此前是阿英，如今是凤隐，都过去了。凤隐，缘起这些年也一直在调查当年的那件事。我知道，可这是他神君的职责，不是吗？也是对他当年武断之行的一个弥补。其实我一直在想，会不会当时缘起也有没能向我们说出口的苦衷呢？千年了，我已经再没有精力去猜他的心思，就过去吧。好，你既然已经决定，那感情上的事情我就不便再多言了。那我们就去找阿九吧，他听到你回来了肯定会特别开心。
这些梨花酿可都是他亲手为你酿的呢。阿英，阿英，真的是你吗？好久不见，阿九。我找了你好久。阿姨，你是要哭了。当初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你能回来，太好了，太好了。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阿九，如今我是凤仪，能看到你吗？还是和从前一样，这千年来受的苦，当真都是值得。对了，我有一些事情想找你们问清楚。当日妖皇林森被玉凤仙尊的剑所伤，此事还不够清楚。此事其实我们私下已经有结论了，袁启道还算有些能力，当年玉峰杀死林森之事，实乃魔族嫁祸，袁启已经查清了。查清了，可为何我看文卷上仍是如此？是玉峰仙尊自己坚持，在抓到魔族奸细之前，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知道。如果你想了解内情，不妨找玉峰仙尊当面一叙。这样更好。你这一回来，就要为往事奔波了。其实我和青衣也曾好几次向天宫告明，当年阿九是被魔所控，但是我们掌握的证据不够多，证言也一直不能被认证，就没能帮上大家什么忙。不必内疚，如今我回来了，许多的谜题应该被解开了。他的魂力为何如此虚弱？这三界谁能伤得了他？是凤凰，也不是凤凰，他没有伤害咱们神君，他什么都没做，可他就是阿音。你说什么？神君苦苦寻找千年的小师妹阿音，就是梧桐岛的凤凰。神君一时得知真相，伤了魂脉，又在梧桐岛站了十日，可直到他撑不住了。凤凰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原本神君每隔七日就要闭关稳固神元，这次实在是拖了太久，才会倒下。真是造化弄人呐！看来这三界能伤得了他的，只有他了。阿宇，你怎么来了？主人病了。还病得不轻，这些都是我新采的上等仙草，本是想送给凤吟姐姐的，那就先给元启哥哥吧。你这药怕是没用。那怎么办啊？要什么药？我去采。要凤吟才行。啊？你能请凤吟去一趟青池宫吗？将此简帖交给玉峰仙尊，务必邀请他来岛上一聚。明白。姐姐，我给你熬了些汤药醒神。阿宇听闻你这些日子
早晚都坐在这里看这些文书，实在是心疼，所以特地用我们水凝兽的灵诀给你准备了这些上等的仙草仙药。还是我们家阿宇最疼姐姐了。姐姐劳累多时了，等你喝完，阿宇带你去个散心的地方好吗？嗯。阿宇，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啊，来都来了，赶紧进去坐坐，快快快。是风云。成全，我现在是该装睡还是该出去赢的？睡。那如果我睡的话，我就看不到他，我也没办法跟他说话了。那就醒着。那如果他觉得我在装病，转头就走怎么办？姐姐，来，快进来吧。姐姐，元启哥哥都已经病成这样了，天天药也不喝，只是喊你的名字。神君这般，看来是需要多加修养。我告辞了。凤爷。多谢你愿意来看我。神君误会了，并非是我的本意。若非是阿宇，我不会来这青竹宫半步。不过我倒是好奇，你身为神君，淋了一场雨，竟会变成这样。不是的，元气哥哥不是装的，他是真的不舒服。若是阿英姐姐在就好了，她最懂治病了。阿宇，嗯，其实姐姐一直在你身边。身边？凤凰就是阿宇。姐姐，你真的是我姐姐。对不起，现在才告诉你，我就是阿宇。我一直保护你，还有元启哥哥一起。你不在的这千年，一直是元启哥哥在照顾我，他把我从玄壶孕养出来，我才能唤醒成人。玄壶，正是。当时小神君虽然毁掉了凝云山，但是已将泉眼取出，只要泉眼在，便可以重新孕育出凝云山。阿宇也是因为泉水的滋养，所以才成功化形。不过，小神君并非不顾阿音的感受，他长泉。阿宇，跟长泉哥哥去外面等我一下，好吗？去吧。其实我当年玄壶之事，多谢神君。若非是有玄壶，阿宇也不会化形回到我的身边。还是神君考虑的周到，既然已经到此，那便就与神君说个清楚。阿英已是过去，无论你是大泽山禁古万世不公的古今，还是青池宫万人之上的元气，都只是我千载岁月里的一个过客。千年间之前的爱恨恩怨已在我心里翻不起任何一点波澜。
前世已不可追。如今我只想查清楚当年魔族作乱的真相，给大泽山诸多亡灵一些慰藉，也该还阿英一个清白。告辞。殿下，心灵殿仙君来回禀寿宴的事。宣，殿下，寿宴的事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都安排好了，到时由我提出元启神君与殿下的红鸾星同时移动。全云仙君紧接着召出云霞漫天，彰显殿下功德无量，当为神后。再配上五尊事先在天河布下的孔雀图腾，到时吉兆漫天，元启神君必定动心。有劳仙君了，带仙君下去领赏吧。谢殿下，提前恭祝殿下与元启神君喜结连理。殿下，这都准备好了，到时元启神君不来可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他已知道千年前替他解围之人不是我，已经对我彻底没有情分了。如今我也只能强撑着门面，不让外人看出真相。可殿下，纸终究包不住火呀。我自然知道瞒不了多久。如今天地选拔只剩短短数月，而我离晋升半神还差一截。若被外人知道元启与我撕破脸之事，那我千年经营岂非功亏一篑？现在只能先掩着此事，再想些别的办法了。凤凰已经走了，你为何不去追他？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你不说，我去把一切都告诉他，这样他才不会怨你。站住！小神君，自己犯下的错，本就应该自己承担。就算解释了，又有什么用呢？让他原谅我吗？以我现在的状态，反而害怕他万一真的原谅我，更何况他恨我怨我本就应当。无论我现在做的再多，都不及我欠下的。我只希望用剩下的时间能够陪着他，护他周全。原不原谅我没那么重要。哎，真没想到我们寻了阿英这么久，竟然以这种方式回归了。唯一可惜的是，以后找阿英就不那么方便了。毕竟仙妖有别，哎，不过阿英也不是这样的人。你辛辛苦苦为他等了上千年，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他心里其实一直住着别人。你明知道他心里念着别人，为什么还心甘情愿的苦等？女儿，是时候做个决定了。
念爽，念爽，念爽啊！阿英与凤莹给人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红衣，我回英族有些事要处理，三日之后我们在梨花小屋相见，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什么事儿？现在说吧。你来了就知道了，答应我，你一定要来。放心，我向来说一不二，绝不失约。这是从哪来的？是神君一早带着长雀送来的。小神君真是有心了，送来的东西全是我们凤凰喜好的东西。这缘起神君是唱哪出啊？先是斩钉截铁要退婚，好不容易碎了意，现在又变着法讨好凤凰。破镜重圆，破什么镜啊？重什么圆？话都没说过几句，莫不是对咱凤凰一见钟情了？凤凰，此物放在这儿太过招摇，收起来吧。神神秘秘的，找我何事？有件事情，想请姑姑帮忙。不如，让我来猜一下吧。凤影千年历劫，跟你那个小师妹阿英有关联。姑姑都知道了。你小子当日执意退婚，这才见了凤影没几面，就如此放下身段，一会儿淋大雨，一会儿送大礼，前后态度反转之大。仙界无不择舍，我不得不多想啊。更何况凤影回归，很多隐情似乎与你有关。实不相瞒，姑，凤影正是我当年在大泽山的师妹阿英。你亲手斩杀了她？其实当年是这样的，怪不得他始终拒你于千里之外。你伤了他两次，让他如何可能将真心再交付于你？你可悔？当年看着他消失在我面前，觉得万箭穿心也不过如此。但即便我在千年里毁得肝肠寸断，我依然没有办法改变当年的现实。我只能恨。恨我自己在仓促中做了最差的选择。这世上岂有后悔药啊，放手对你们俩都好。姑姑，是我的错，我认，但我实在难以割舍下这份感情，他是我这千年里唯一想的人，以后也不可能再有别人。 我不奢求他对我再生情愫，我只想再用我剩下的以后的时间里，偶尔陪陪他。如何驯化我的主人？卖魔法，激将法，催眠术，你说练不成镜花水月是不跟我一条心？你就是这么跟我一条心的？这花车做的可真是别致，上面还有这么多的画本。做这个的人有心了，不过是些孩童玩物。师尊，
袁启宇把你们之间发生的事跟我说了，没想到你们还有这般奇缘。师尊就当成是故事听听便就罢了，不必放在心上了。我倒也不是劝你，凤仪，以你的性子，多余的话我也不必多说，只是如果真的错过了眼前人，今后就算是再不说都回不来了。悠长的岁月当中，那一份情早已消失不见，怕就怕袁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他不过是把悔恨错当成了深情。